你好，欢迎来我们 MSI。那这次是 Computex 的第三天，那我们有 AIoT 的 booth， 那我们这边是有我们的最新的充电桩，哦，那我们是有最 high end 的，然后有 AI 的，然后还有家电用的东西。那这边我们的产品是，你有一个 display， 你可以在 display 马上看到说你在充什么，要充多久，要那个全部都在上面。你也可以用 QR code 来辨识，或是用那个我们里面有个 camera， 你可以用camera 来辨识你的车牌，或是用 NFC 的卡，哦，就好像这样子就可以开始用，然后它可以你 pick 到那个卡的时候，它就可以开始帮你充电，哦，这是我们现在的比较新的部分啦，哦，那我们也有 AMR， 就是我们的机器人。里面是我们有那个 base， 它是可以自己跑、自动跑的。那它那个可以载重300公斤，然后好像这个可以装一个那个机器手臂，那这个机器手臂可以抓大概12公斤，然后上面也有个 vision， 所以它现在在做的是说先去看辨识那个车牌，然后再去找你的车，哦，然后再去帮你充电，这是三合一的一个部分，这现在应该是我们最新的东西。我们的机器人也可以在做别的 solution， 可以送餐啊，或是在工厂里面帮你搬运啊，或是做那个叉车，这些的 solution 我们都可以做。我们有那个雷射的 solution 跟 camera 搭配起来，跟我们所有的软体，哦，这是我们的软体是从最底层到 UX UI 都是我们公司自己做的，所以我们要 customize， 我们都可以帮你改，哦，或帮你那个 customize 到你需要的，或是怎么去 integrate 到你的 ERP 或是你的公司的系统。